天蝎座和什么座最配？天蝎座外表冷酷阴险，精力旺盛，占有欲极强，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星座。哪些星座能够掀开他们神秘的面纱，让他们露出热情而感性的一面呢？天蝎座跟巨蟹座是非常完美的一对，他们在一起时能够真心相对，并随时分享彼此的感受。虽然巨蟹有遇事急逃的缺点，但巨蟹座的人温柔贤惠，当你痛苦不堪时，也只有他们能够真正安慰到你。天蝎座与双鱼座是非常般配的一对，在生活中他们都非常敏感，并且直觉很强，所以磁场相近的他们会是十个眼色就能互通有无的组合。土象星座的摩羯座和水象星座的天蝎座都属阴性星座，他们习惯把情绪隐藏在冷静的外表下。此外，自信的天蝎欣赏优秀的人，而摩羯座对于特定的人生目标会有努力往上爬的意愿。